Lauren，昨天你是不是有吃蛋糕？对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哦。啊，你昨天有跟圣诞老公公许愿望吗？有。那你许什么愿望？就是。你小心，小心。奇怪，妈妈，你有看到妹妹的贝贝吗？妹妹贝贝在哪里？你可以拿给妈咪吗？你怎么没有挖一下？哈哈哈哈哈！开心吗？真的不一样。开心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开心玩的东西。这是个厨房组。对。可以让你煮菜用的，可以让我们余老板煮菜用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妹妹的，先借给你玩，好不好？妹妹说先借你。这是妹妹的圣诞礼物。蛋糕机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哇，两个刀子。两个刀子。可以切东西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有喜欢吗？喜欢。真的。那小姨圣诞快乐啊！